原青男团 Stray Kids 即将首次来台开唱了。昨天晚间 Stray Kids 惊喜宣布，他们将在11月2号登上高雄市运主场馆。消息一出，台湾 Stay 们集体陷入疯狂，迫不及待要手到抢票。 Stray Kids Dominate 世界巡回演唱会将在8月从首尔起跑，接着陆续前往新加坡、澳洲、台湾、日本、菲律宾、澳门、泰国、雅加达、香港。官方也透露，未来将陆续公布欧美场次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开心的在社群发文，并在留言区分享 Stray Kids 的三首大热歌曲。台湾 Stay 们也兴奋留言，第一次来台湾开唱就是在市运主场馆，哭死，终于等到了，高雄是风水宝地。